一位资深嘅保险顾问，多年嚟鼓励客人捐赠保单延续爱。而喺柬埔寨，佢见到贫困中嘅需要，继而去到彼邦以行动传递爱。靠住从爱而嚟嘅坚持同毅力，令佢喺工作岗位喺贫苦关怀中出尽每一分力。佢系以心传爱嘅保险顾问任玉明。生命传爱的故事，8月29号星期六晚上11点播出。